好啦，各位啊，又同大家见面啦。寻日咧，因为小弟咧好差，多杂务缠身，俗务缠身，咁啊同大家讲声停咗一日。咁啊，以后都可能咧就有啲咁嘅情况咧，小弟要久唔久可能有一日唔见唔到大家嘅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多多体谅啦吓，因为始终身边好多嘢发生，咁都要去处理嘅。好啦，唉。言歸正傳嚇，強國之所以越嚟越強咧，總之好多嘢強噶，凡凡都強噶啦。其中一強咧，其中一強就係強就強在越嚟越多呢個國師啊，即係所謂或者國師級嘅人物。不過咧，正如電視節目有好多種啊，唔係轉身射個三分波嗰只噶嘛，係嘛？國師都有好多種噶嚇，而大部分所謂嘅國師其實好似係道士咁，天靈靈地靈靈啊！我老婆打爛個大粗情，即係嗰種咧，哎呀，係同啲道士差唔多，即係《雨殘片》裏邊阿周吉嗰啲咧。啊！即係嗰只呢個名好嘢啊，周吉啊，係咪周慧吉啊？即係嗰種啊，唉、哎，呢、這個好嘢啊嚇，周長啊，周硬啊，嗬、啊，周強啊，呢啲都好勁嚇。好啦，即係總之同啲道士差唔多啦嚇。啊，即係咩咧？即係起初嚇一跳，然後就得得唔少啊，朋友，即係嗰只啊，唔係喎，呢只好似係印度人嚇。唉、哎，算啦。嗱，不過嗱、啊，最近。啊！有一位國師，真國師嚟個就，真唔係人咁笨啊，係咪？誒、哎，簡直可以話咧，係咩啊？簡直可以係神仙放屁嚇、啊，不同凡響啊！真係啊，不同凡響啊！嗱，事關呢位係真國師咧，唔單止啊，係得到呢個美國前總統卡特成立嗰間咪卡特 Center 即卡特中心咧，啊，呢個總統成立都比較少噶啦，都搞啦，誒、啊，即係幾鬼長命啊，九啊幾歲成百歲都仲喺度啊，啊，咁啊，佢旗下嘅網站就叫做呢個 Your China Perception Monitor， 中文就譯咗有中文名嘅，叫中美印象嚇。呢、這個網站咧。最近就做咗個民意調查，啊，做咗唔係調查，唔係專家調查，唔係民意調查，做咗調查就調查咩咧？就係中國最具影響力嘅意見領袖。咁呢個國師咧，嚇犀利啊，攞咗第二名嚇，仲係咧，佢仲係中國國務院嘅，真係有職銜噶，學而優則仕噶嘅參事。參事簡單嚟講咧，類似參贊嗰啲嘢啦，嚇參與國事嗰啲嘢咧，參與政事嗰啲人咧，就係類似我哋而家叫啲幕僚啊，啊即係幫手度橋啊、俾意見嗰啲啊、諗橋嗰啲咧，嗰啲參事嚇。咁啊，再加上咧呢位國師咧，長年係擔任呢個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嘅教授，呢個美國研究中心嘅主任。咁啊，可以話咧，無論係中國亦或係美國咧。兩個國家，中美兩個都係同樣咁重視嘅一位國際關係權威，中美關係權威嚟嘅。所以咯，呢位國師最近話中美對決，哇，漸行漸近，越嚟越有可能會發生。咁講咧，真係絕對唔係人咁笨，唔係隨口噏啊，當未吸嗰只噶啦，絕對要大家認真聽聽噶嗱，各位呢位中共國師係邊位呢？即刻講俾大家知。不過未講之前，又係要呼籲一下大家咧，希望大家咧就去一去呢個百五郵報 at Patreon 嗰度做我哋嘅訂户嚇，咁就慶小弟一個比較安穩嘅平台咧，同大家發聲啊，呢個係最重要嘅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日片尾咧就有啲感恩時段，仲有回應翻有啲朋友咧啊話，唔係啊 ，YouTube 好似冇乜問題啊，咁嗰啲問題嘅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啊，之後同大家講翻啦嚇。好啦，言歸由正傳啦。又言歸正傳啦，各位，呢位中共國師咯噃，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，知唔係就係、是，我諗有人估到噶啦，就係、是、時恩宏教授，以前佢都香港啲報紙啊、媒體啊都成日訪問佢，最近就低調咗啲啦嚇。但係佢最近亦都公開表示話，嚇、啊、真係。老氣復力，志在千里。呢事務年壯心不易啦嚇，內地都仲有啲自己分子係有啲良心肯講嘢嘅嚇，同香港都有得揮喺某啲情況底下嚇，所以而且佢嘅難度比香港高好多添，必須要俾翻個
tribute 佢哋嘅，pay tribute to them 嚇，或者應該係 to him 啦嚇。佢阿時恩宏咧最近就公開表示話，雖然美國並未正式宣布會動用武力去保護台灣，但係佢話美國模糊策略嘅模糊部分，肯定定已經逐漸減少咗。相反，清晰嗰部分咧就好顯著咁增加咗啦。哇！問你怕未？即係佢講啊，唔係其他人講啊，大佬。阿史恩宏指出，美國家下正係喺軍事、民主、經濟同埋意識形態啊呢幾各個層面咧，係提高對台灣嘅支持，唔止美國噶啦，歐盟都係啦嚇。兼且佢話未來啊，美國可能會越嚟越多添對撐台灣嘅嘢，所以咯，雖然美國佢話，雖然美國同中國都唔想爆發軍事衝突。甚至都不願意爆發軍事衝突，但是中美雙方查實已經逐漸真係陷入了呢個 Graham Allison 啊，個哈佛大學陳級教授，亦都係金乃迪嗰啲學院嘅前院長啦嚇，都提出嘅 futility trap 收息抵得陷阱，即係新興嘅大國，即係而家講緊中華人民共和國咧，就同老牌大國，即係而家揸裝嘅就係咩利基合眾國咧啊。始終係會對老牌大國構成一個係威脅嚇，咁啊老牌大國就好驚，咁啊驚佢搶咗個一哥地位，於是乎咧就會喐佢，打實佢揼實佢，就係咁啦。咁啊結果咧就會陷入一個所謂收息抵得陷阱裏邊 ，futility trap 裏邊，即係話始終要打鑊嘅。文無第一，武無第二，從來如此。咁如果係咁咧，即係遲早要兵戎相見嗰個意思啦嚇。咁啊，而阿時恩宏教授咧，佢都話中美雙方查實已經出現咗都好明顯嘅戰爭傾向噶啦。係佢講，大家記住喎，係國務院嘅參事嚟嘅。佢係呢個頭先講過啦嚇，同大家講過，佢係呢個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嘅教授，好似啱啱先至退休嘅啫。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嚟嘅，佢國務院參事仲做緊㗎，係咪？亦都俾咧呢個US China Perception Monitor 中美印象選咗做中國最具影響力嘅意見領袖，Number Two 第二名嘅。犀利！總之，一個咁狠有份量嘅中共國師都係咁講，睇嚟都冇乜走雞啦。睇嚟中美即使唔會真係兵戎相見，但係中美關係肯定都唔會好得去邊，甚至乎可以話都係印度人騎駁馬，係只會差上加差嘅啫嚇。咁即係咩意思啊？咁即係話嚟緊天下之言不歸羊，即歸墨啊！即係唔係羊豬就係墨子啊！嗰陣時講緊春秋戰國時代啲思想，家下唔係啦，家下即係話天下就係天下之人或天下之國啊，不歸中，即歸美。即係你一定要是但揾個大佬去認咯，係咪？即係大家一定要選邊站咯，香港都係㗎，冇計㗎。你睇啲乜乜七七七班子，而家都反美情況反到咁犀利㗎啦嘛，即係聽都未聽過啊，係咪？大家大開私眼界啊，係咪？好啦，簡單嚟講，即係如果你民生啲啊，生活化啲，即係話咧，你而家咪即係儲外幣咧，你咪或者買儲錢咧，你一係就儲美金，一係儲人仔，只可以得呢兩個選擇，即係一係買美金，一係買人仔，咁你買咩啊？啊，咁搞法，咦？唔怪得咁多人買 Bitcoin 啊！呢兩邊都唔買得唔得咧？啊，而家金融世界可能得，但 Bitcoin 個 fluctuation 好大，大家要小心嚇。但係個意思就係大家都懂得啦，究竟買邊只啦？嗬嚇！但係你香港好難唔搞嘅，有啲嘢真陰公啦，點算咧？走咯，可能係咁啦。哎呀，好啦，嗱，呢一集講完啦。咁啊，而家感恩時段特別版啦。首先要多謝即係長期支持者 Chris 啊，阿 Chris 咧。就又寄咗張入數紙嚟，多謝你支持小弟同百五郵報，雖然百五郵報一人公司都係仲有個百五郵報嗰度嘅。好啦，啲留言
首先咧 ，G Wishes 佢話我嘅 Pay 存户口咧係要每個月確認嘅，好麻煩。其實好多咧，外父外母大人都話好多都係有呢個問題。咁我只可以話咧，就係唔好意思啦嚇。其實咧，你可以可以一次過俾一年嘅。其實嚇好多我睇翻啲户口都有，但係你問我咧，我自己就唔係好地隨嘅嚇，唔係好識點搞嘅。不過大家可以 send email 去呢個地址啦嚇。去呢個網址就係 info@ 呢個 post852.com 嘅嚇 info@post852.com 咁咧就大家寫你哋嘅情況，咁咧就我就會揾一位呢個再睇下，一路講啦。大家寫低你嘅情況啊 info@post852.com 寫低你的情況，咁咧我就會揾位朋友咧 IT 朋友咧會回答大家可以點做噶啦嚇。因為小弟就step by step 嗰啲我知嘅，但我唔知點解釋。咁啊，大家如果真係有呢個問題咧，可以 email 嚟，我個朋友咧就 IT 朋友咧就會解答，盡量解答大家嘅疑難噶啦。總之先多謝大家先，好多謝曬嚇，就係呢個地址啦嚇，大家記住咯嚇。好啦，咁咧就。第二位就是 MOY， 我不敢說是什麼，即是不敢讀成個字 MOY， 他說郵生的郵寄地址是不是好像以前那樣，是的，沒問題的，不過因為那裡已經是人家是商業大廈來的，我就不想再重複給大家，但如果記得可以再寄去，那郵局會跟我轉寄來我現在的地址的，主要住家而已，那就總之我就不想再重複，以免有時郵寄的失誤諸如此類，就搞到那個可能是新的租户咧，係有可能覺得我好煩，咁我唔想增添人哋麻煩啦嚇，就係咁啦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唔好介意，我就唔喺度重複啦。好啦，咁另外一位嘉明，佢係袁公子，好耐咧冇睇你嘅評論啦。今日咧就應該11月5日嘅嗰度，嗰日佢留言嘅就係睇到你風采依然，多謝曬先。啊，請繼續努力為香港人發聲。嗱，查實真係好，真係不敢當咩風采依然啦，因為小弟自己知自己是身體啊大不如前噶啦。真係大家都知啦，過啲年紀咧，自從呢個國安法出現咗之後咧，其實香港人都係活喺恐懼裏邊，唔係就係小弟身邊好多朋友，我諗大家睇緊都係即係有時睇都有啲驚，係成功塑造咗一個恐懼氣氛，即係香港人已經失去咗免於恐懼嘅自由㗎啦，好老實嚇。咁加上公司有咁嘅轉折啦，都要變相變翻一人公司，以免咧經營困難啦，亦都以免咧就係啲同事受到不必要嘅滋擾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咧就唯有咁樣，咁但係個打擊都唔細嘅嚇，咁個轉型咧都要慢慢諗。咁而家托賴都叫做仲頂得住啦，咁總之好多謝大家嘅支持嘅，咁啊亦都多謝咁誇獎啦，小弟真係盡量嚇，不過都係老咗㗎啦，老咗就係老咗，冇計嚇，呢個係規律嚟嘅。另外一位 G 烏嚇。唔知有冇讀錯啊？希望唔好介意啊！阿尤生，佢寫英文嘅。You are the best reporter as you turn something serious into amusing. Amusing 係啦。We learned a lot from you. Thank you. 啊，即係大意啊！意思話尤生，你係最好嘅記者，最佳記者。不敢當。佢話因為你係將一啲好嚴肅嘅嘢變做好有趣嘅嘢。喺你身上學，我哋喺你身上學到好多嘢。不敢當嚇。咁啊，其實最佳記者不敢當啦，咁其實好多行家都真係好叻嚇，我都好佩服嘅。我只可以話咧，我小弟嘅特色咧就係希望將一啲好嚴肅嘅問題，呢個講得啱嘅 G 烏咧，係變成一啲生動有趣、生活化嘅方法去表達俾大家知，等大家知道咧，即係好似都唔係咁難接觸。我諗係呢一點咧，我係比較著力嘅。即係如果同相對其他講香港啊、中國問題啊、時事問題嗰啲同路人咧都有呢個分別嚇。好啦，另外一位 L D 個遊生辛苦曬啦，而家係荒謬至極噶，頂住啊！多謝支持啊，會繼續頂住，希望大家一齊頂住啦，喺大家喺各自嘅崗位度都頂住啦嚇。總之，雖然打波雖然嚟落雨，但係希望在明天啦。大家又計個廣告噶啦，係咪？唔緊要嘅，打波即係落雨照踢，冇問題㗎。
好好睇啲水戰仲係咪？好，另外一位 Y Lam， 佢話雖然冇廣告，但我都會支持你嘅努力啊！嗱，首先我必須可能真係小弟表達能力問題，唔係完全冇廣告嘅嚇。首先係有廣告嘅，即係黃標咗都有廣告，不過就會少咗好多。第二咧就話小弟咧見到黃標咧，就會嘗試去改一啲嘢嘅。大家可能不知啦，即係改條題都改了很多次，希望咧嗰度都仲可以爭取翻收入，但係有時改極都改唔都係黃嘅，咁冇辦法啦，嗰啲就咁啊盡力而為啦。咁同埋有啲情況咧，佢最初唔黃，中間黃嘅，嚇睇睇下先黃嘅。但係我真係好老實話 ，IT 盲，我真係唔係好知道究竟發生咗啲咩事，就係話俾大家聽有咁嘅情況嘅啫嚇。另外一位。就 R Scott 係嘛？以前都寫過留言㗎啦，我諗都係啲長期支持者。佢話尤生、尤公子講得好，係邊咁講公子？公子，你講得冇錯啊！當權嗰啲人咧，都係要下面嘅人咧有把柄，俾佢攞住咧，佢先俾佢上位嘅。咁、之前講嗰個問題啦，絕對係啦。個皇上啊，最緊要你唔怕貪官污吏啊，唔怕你鹹濕㗎，最好有添，咁佢先有黑材料，有咩需要嘅時候可以搞你。啊！亦都知道你冇野心，就係中意錢銀女人。但係你有野心，當然有問題啦嚇。功高震主當然有問題。就算你冇野心，但係係忠臣咧，佢都未必會中意。唔係未必會中意，係唔會中意嘅。如果太忠心嘅，就更加係添。因為一忠臣咧，就會為江山社稷著想，為黎民百姓嘅福祉著想。喺咁嘅情況底下，如果一路咧個皇帝都勸唔掂咧，佢就可能會反佢，就可能會替天行道，可能會咧就係話揭竿起義。你睇《水滸傳》就知啦，係咪？啊，雖然咧《水滸傳》都係即係等收篇，但係最初都係咧都係呢啲問題。你起義噶嘛？你唔好講啊！秦始皇嘅時候，陳勝唔講都係咁。所以咧，古今中外嘅皇帝咧，啊唔係，尤其中國歷史啦，特別係嘅皇帝咧，佢都係一定唔會中意岳飛，即使岳飛真係好忠心嚇，因為忠心得滯，十面金牌召佢翻嚟都唔翻嚟，係咪？將在君命有所不受，咁你要死啦，係咪？係咪？已經都要死噶。反而你秦桧呢啲奸臣咧。做下做下可以做到丞相，就係咁嘅原因啦。因為嚇佢唔會挑戰到佢，咁秦桧有秦桧嘅好處啊嘛，食君之禄擔君之憂，幫佢保住個位啊嘛。大家要明白呢樣嘢。好啦，咁啊，最後一位啊 H 咧，佢又係強調話：喂，睇到有廣告喎，片之前 YouTube 自己有出問卷嘅喎，咁 YouTube 嘅30秒有冇收入嘅咧？即係 YouTube 自己啊，佢話激進到好似星期二德圖都有廣告喎，點解你會冇嘅咧？嗱，真係唔好意思啊 ，H 話咁多位朋友，咁我都講咗個表達能力問題啦，其實係有廣告，不過係會少咗好多。之前咧就佢改咗政策嘅，之前啊應該年零前啦，年零兩年前咧，黃標咧就基本上冇絕對冇廣告噶啦，或者就算10個變翻得1個啫。咁而家咧佢個政策有少少轉變，我睇到就係佢咧係會選擇性俾啲廣告你，但係個意思真係會少咗。同埋頭先都講啦，真係我自己要改好多次嚇，先至可能有機會令佢。黃標變翻綠標啊！咁另外咧，有啲時候就係話初出冇嘅，搞下搞下先有嘅。咁呢啲我真係唔識解釋嚇，唔識解釋即係我真係呢 IT 盲真係唔識係咪？咁啊，即係至於話邊啲廣告有收入，邊啲廣告冇收入，我都唔知嘅，亦都我查唔到嘅。嚇、啊！即係個能力問題啦，亦都去散擺嘅，我都唔知道，我都問過啲 IT 朋友，都係唔係好清楚嘅，係咪？咁就至於話咩激唔激進嗰個問題，激進都星期二得到都有廣告，咁我真係又係唔識答你，阿 H 君唔識答你啊！即係我又唔覺得自己激進啦嚇、啊，當然即係我都係盡量喺有限嘅空間去講到我自己想講嘅嘢啦嚇。咁、究竟係點咧？唔敢講嚇。啊即係唔敢講，我亦都唔知道星期二得到嗰度個情況係如何啊！真係唔好意思，解唔到你嘅疑難嚇。咁啊，小弟只可以話俾大家知咧個事實嘅啫。個事實就係過去個幾兩個月咧，小弟嘅收入咧喺 YouTube 嗰度嘅收入咧係少咗超過1/3嘅，係少咗超過1/3。咁當然啦，啊實事求是，當然有部分原因咧就係話我每條片嘅收視係低咗嘅。
呢個必須承認，因為扭翠麻花咁扭濕毛咁樣扭到傻曬。大家都不知道，有時咧，淨係睇住題都唔知道我乜，甚至聽埋我講嘢嘅時候咧，都要估估下，咁就冇以前咁痛快淋漓嘅啦嘛。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，自然就會可能覺得有啲人，冇癮啦，即係嗰種噶嘛。咁係少咗嘅，嚇個收視係少咗嘅，嚇。咁但係好老實，我計過都係個廣告都係少咗嘅，相對嚇都係有啲關係嘅。咁但係講到尾，我唔想揾藉口啦。我只係想話俾大家聽，可能係小弟唔夠努力，或者都係有時咧，都係啲壞鬼書生，成日諗住喺個平台安穩穩咪算咯。好彩有啲朋友咧，有啲高人咧勸我，早年兩年前咧勸我，點都要開翻個 Patreon， 咁先至救到一下命嚇。如果唔係咧，生活費都有啲問題嚇。咁所以都希望大家體諒啦。咁點解成日勸大叫大家去 Patreon 嗰度做訂户 ，Bammy 又喺 Patreon 嗰度訂户咧？就係、是、真係講到尾都希望有個比較安穩啲嘅平台咧，或者穩定啲嘅平台咧去做嘢啦。穩定啲意思就係、是、大家如果有做咗訂户咧。我尤其嗰啲星一啊，又清源散打新出嗰個咧，出咗一禮拜一個，咁啊喺 Patreon 就唔使擔心個內容啊，可以玩得過癮啲啊，啲題目都標題都可以玩得過癮啲啊。YouTube 係唔得噶嚇，有啲字眼唔出得噶，咩強國啊啊嗰啲唔出得噶，好奇怪嘅而家一出強國啊，都好似有問題。咁啊，或者中共啊，或者有啲字眼咧，就係咩隊冧啊，呢啲都唔出得噶啦，已經嚇。咁即係所以咧，真係唔識講嚇。即係究竟個發生咗啲咩事，我只係估估下啫，都係話某啲強力部門發緊功咯，係咪？就係咁嘅啫。咁希望阿 H 君咧就唔好介意啊嚇。咁亦都再呼籲一次大家，就希望大家喺另一個平台嗰度咧係多多支持。咁小弟咧就而家為今之計咧，都喺另一個平台 Patreon 嗰度做多啲嘢啦。因為都做得好辛苦啊嚇。既然係咁，好多朋友，尤其 Patreon 啲朋友都勸小弟，既然做得唔辛苦，就做少啲嗰邊，做多啲一個自由啲嘅空間，都唔係淨係話即係有一個穩定啲嘅收入。個問題嚇，就係一個希望講到尾都希望盡量喺有限空間裏邊爭取最大嘅自由嚇，最大嘅言論自由空間。好啦，唔阻大家太多時間啦。總之點講都好，好多謝大家嘅意見啦，亦都好多謝大家嘅支持。有你哋嘅支持，小弟一定會竭盡所能，諗盡辦法，扭盡六壬去繼續堅持嘅。咁啊，最後咧。都再一次講啦，大家有咩問題咧，都可以寫 email 嚟呢個 info@postbunny.com， 包括話續期啊嗰啲問題啦嚇 ，info@postbunny.com 嘅就得噶啦嚇。咁就總之好多謝大家，多謝曬。